大家好，我是杨志豪。生活在台湾，大家知不知道台湾是一个全世界的出版大国？以平均出版量来说，台湾每一年有34万种书出版。在这么大量的出版品当中，其中台湾的出版社、台湾的编辑、台湾的作者付出了非常高的心血。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我们能够读多少书呢？所以我希望用我自己的一点点力量，借由台北电台杨照谈书这个节目，每一天为大家选一本书，介绍大家，也许你可以知道这本书，注意到这本书，同时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丰富，让自己可以活得更有智慧。